港铁东涌线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在星期六提早到夜晚11点左右结束，以配合东涌线沿线工程安装道岔，东涌线其余路段的服务不会受到影响。由东涌开往香港的尾班车会提早到夜晚11点01分开出，由香港开往东涌的尾班车就会提早到夜晚11点07分开出。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返东涌站和欣澳站，不过只有凌晨12点18分之前由东涌开出的接驳巴士才可以在欣澳站接驳往香港站方向的列车。